邦普就是这么强，邦普就是这么强悍啊，好厉害啊邦普啊，邦普就是这么强悍哦。说真的，这是有史以来，我可以说是好几年没有看过这么惨的角色了。讲真的，你包括是最新版本之前的 SSR 加金犬侠以及夜火弗雷姆，对吧？人家常常说这些角色可能比较普普通通哦，也许是狗狗侠什么的。现在我看到崩普之后，就是这么强啊！你不要以为好，我们打这个青铜组看到崩普是这样，你去想想上一期的球棒，其实球棒很强啊。球棒是很厉害的角色了，上一期的棒球棍，因为我们当时是练到了金色，那么160万的生命，今天无论如何呢，我们去打一些战斗，很快就可以比出一个角色的特质，刚好也是60关，有没有？当时也是打不太赢是吧？好，没有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棒球棍是很厉害啊，这棒球棍，对吧？这表现是还是很出色的，啊，走了。是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确实上个月我是误会他太多了，我怎么知道这个月是洗头的对象越来越多，更何况你看看这个，有没有看到啊，这八九棍很强啊，这八九棍1600万他很强。哎，对不起啊金属球棒，我当时我不应该这样子去把你弄去洗头，你很厉害的，你还没有防守还在，对不对？哎，很强的，还有个护盾什么的，攻击的猎伤又打得通，是吧？你还不用上那一张，你就打得那么痛啊！好了好了，等一下，看一下哈，这边还等一波，先讲这个言之过早。章鱼还没有打过来嘞，123万，有没有看到你的棒球棍？对不对？棒球棍的防守性能呢，凸显出来了，还可以回血嘞。回完血了，再给你打一下，1600万啊，多漂亮！再给你吹一下，要什么有什么。好了，不开玩笑，来看一下哈。那章鱼哥先收黑光嘛，那收完了之后，你看棒球棍撑不撑得住喽？哇哇哇哇哇，这个黑光还有步区啊！那这一场我们是赢了，这场我们是赢了。哎呦，打掉了。3两下都打不出什么东西，那邦普就是这样子讨人厌啊！我就这样子打8分钟，我没有要停的，我就打8分钟都不停啊，是吧？好了，那画面同样呢，转回来邦普一样的关卡，刚刚那个是60几关，60关嘛，这个也是刚好是60关。好，两个是难兄难弟啊，以前这个水龙都嗨呀，我直接嗨到200关了，是吧？这个。崩普啊，来看一下这崩普有没有办法打赢这个章鱼怪人呢？哎呀，打这个才98万，真的是抓痒啊！哎，这次很奇怪，他的邦古打得还比较痛，对不对？崩普打得比较没这么痛。不知道这两个月这个一拳超人在年尾的时候为什么要出了这两只这么厉害的角色来招待各位一拳超人的玩家，是吧？好，又来了，这章鱼打的是非常痛，然后等一下来了来了，哎，你这样子你要跟章鱼打，这一次可不可以啊？都快没有血了，应该没问题吧？这后面来。那点邦古在后排那边好像都没有上到内伤的吗？哇，完了完了，这有一点危险。你不要看他只有一口气啊，哎呦哎呦，还好啊，还好这次有打赢，所以邦古厉害还是球棒？我的天哪，好不容易赢了还要给他去洗头啊，这游戏真的是丧尽天良啊，对不对？这个角色怎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服务器。2.8亿第一名，看一下他用什么，有没有崩普？没有啊，水龙，后期躺平，护肝养老，非诚勿扰。好，看一下看一下，哇，这2.8亿，刚刚那个战力飘很高，没有人用崩普啊。那最哎，球棒反而有人用，对不对？你看球棒有人用，那最强角色的部分，啊，这边有一头最强的，刚刚又瞄到那一只同一个人的，他这个是挂了5颗星的装备，那么血量就到这个地方。1700万，
台服的进度也是很高很高，你看没有看到？目前没有看到崩普，可能刚出来，也不是刚出来的问题啊。先看一下好了，你豪杰都那么多了，这崩普真的没有人在玩呢。有了，大家就发现的新的功能啊，开手办就这样子，没有了，1100万，没有练崩普啊？哇，那这样子不行了，这样子我们台服一定要抽崩普，对不对？没有人爱他，这肯定是不行。这世界上一定要每人人都有人爱哦，这个。被切也没有人练包普，啊，来看一下评论有没有新添加什么。这个最新的12月6号完蛋了，没有水龙。这老头是未来可期，这有办法可期吗？挺猛，内伤祖师爷，老头暴打幼稚园。就算不强也值得了，他抽了140，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今天又带老鼠。天竺鼠又过去医院了，那么他在今天打这个吗啡啊，都24小时都没有大便了，可能很怕他撑不住啊，在这打止痛啊，打点滴啊，哎呀，是吧？你看这样子，先弄一下，速度那天有打，但是水龙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我看也不要再跟他打了啦，对不对？我们不要打了，我们往前了，这，这王大蛇。会不会太过分了、啊？对不对？这前阵子被我们扛下来，你现在打了人就跑了。我等一下给他打回来，我看一下。哇，你那个连这样的一个阵容，哦，他摆在，他有备而来，他摆在崩普的对面。啊，主要是可能崩普他也没有闪掉。哇哇哇！我们这个先手了，还打成这个样子，他带着驱动骑士。哎，这王大蛇，那我们这边有额外伤害，但也没有打出一个效果，1600万倒了一片，就崩普还没有倒，这边闪避闪得很厉害，这次闪掉了。如果当时他的画面，他一定看到，想说：“哎呦，这王大蛇怎么变那么强啊？”哎，是吧？我之前不是打过他吗？好了好了，先往前啊。第五名要看王大蛇跑去哪里，你王大蛇你去打第一名嘛，对不对？你顾着欺负我什么用？对，这跳过不要看，你顾着欺负我没有用。哦，你在这里，很厉害是不是？守门员，笑死我！哎，有这样的守门员，我就放一个凤凰来给你宰，你慢慢宰是吧？我怎么会担心嘞？我现在我看一下哈，好了，就这样子吧，跟王大蛇该打回来，看有没有公告。哎，打不赢第一名来打王大蛇也可以。你看，问题就来了，你普洛斯。哎，你这个普洛斯核心也打不下来，他这个是驱动骑士，他没有用普洛斯核心，要更正一下，他放那么多格斗了，伤害就这样子啦，好弱，你可每天看起来他好像都没有成长，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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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万，喂，抄家灭族是吧？怎么那么痛啊？哇哇哇哇哇哇哇，这崩普真强啊！太厉害了！哎，爆山，这可能会被爆山给打倒了。我的天，你连爆山你都打不赢，那我们还是要加把劲啊！先看一下，先看看有什么装备，身上有没有可以开的呢？很好，没有。那我们先拿一点这个，看一下这个，先给它强化一下吧。OK，这边再强化一下，到了。攻击力好低哦，这崩普怎么攻击力这么低啊？这装备也开的不是很好，97，不是很高，蛮低的。我越看越他越讨厌啊！我现在给他升星了，越看越气，越看越气，真的很气。没有要玩了，我要退坑了，我不玩了，不想再玩这些了。没有要玩了，不玩了，就自己玩了，自己玩了。你怎么玩？这游戏的开发商最近在做什么啊？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弄成这个样子啊？在想什么东西啊？这个美术什么的，对对，你这个是得打一个武术的这个姿势吗？龙爪拳还是怎么样吗？再过去把王大蛇给打下来，不可能打不赢王大蛇啊！这王大蛇我之前就拿下来过了嘛，怎么那么强啊？还是之前没拿下来，我也忘了，那可能是没拿下来是吧？啊哈，这个先强化，来看一下啊，我
我有一件这个吗？有没有看到啊？13万哦，还是好低哦，这怎么那么很惨啊？这很惨，你看这个装备都，对，这工资加18%没有用啊，这真的没有用啊。你看这个也很顶啊，对不对？这根本没有差嘛，你得花一堆生命卡，然后没有用啊，这真的是没有用啊。弄一弄啊，都不要了，弄掉，拆掉，不要了。好，拆掉，然后抢这个。这个可以加一点，加很少啊！你加三个星才这个德行，是吧？来看一下哈，这个攻击力到了16万啊！这16万 buff 很厉害啦。很奇怪，之前玩别的伺服器，有的时候也看到这个王大蛇，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取王大蛇啊？这名字好听吗？得了得了得了，走！17万2啊！这攻击力还不够高啊！狂人，等一下回来啊！我给他弄高啊！我把王大蛇给他拆下来啊！打开来，打开来，还有下面那个我们也打开来。三个先打开，一攻一穿，然后这个19万5啊，19万5很高啦，是吧？世界灾害啊，我19万5啦，我们现在这可以啊，这应该是没有问题啊，直接扛到20万去啦。把崩普送来打这个，给你们看崩普，他这个伤害很低啊，很低很低，他在打这个模式也不强。好了，到60%了，走。来，我们把它放上来，就这个阵容啦。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崩普的伤害，我们就直接跳过咯。打学长的话看，看打这学长看多少伤害。好嘞，就跳过了。多惨啊！这个是水龙一脚的伤害就超过这个啦。这个崩普打成这个样子啊，这打成这个样子啊，你连什么的奖励你几乎都是拿不到什么东西。水龙是打了1亿，你这个是拿的打多少啊？400万是吧？你得打400万，我今天看有没有机会再扳回一城，扳回一城。这还有4件，来攻击速度，攻击攻击 percent， 我先换这个攻击速度，攻击攻击 percent， 还是歪掉，攻击攻击不，我不要喊了，我不要喊了，他这个是这样子，我们就开什么是什么，一直都开不到啊，这为什么一直这样子开不到啊？这样子应该是够了，来看一下哈、哦，有了，到了20万了，走了，我们去找王大蛇。你要打赢他的话，就是圣上残兵要给他启动，刚好又感应到了，那么闪开了之后呢，再把王大蛇给打下来。好了，那就这个阵型喽，走。你崩普你要闪那么多下还是很困难，有没有公告？没有打赢。他这个基本上是很难打赢了，那崩普这次血有恢复，OK， 有攻击了，哇，还是只有这样子，才260万呢，这两下加起来700万。哦，他主要是还有额外伤害，这还是不行啊。好，我们再来，再来，这个阵型先不改，先不要改，等一下换天空王，先来看一下。去挂凤凰男也没什么用啊，一开始的时候天空王上来嘛。1540万，这次崩普倒了。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这角色是干什么的？这角色真的是干什么的？把天空王摆上来啊，都没有用啊，你这个驱动骑士的护体就打不下来了，你破刀王定下来这个角色不行啊。1600万，这次还有幸活着，你额外伤害打不掉这么多，这边被戳一下就倒了，剩一口气你也没有办法，二郎再打过来再推下一脚又飞了，又输，你个暴山都还可以复活嘞。这场打完不打了啊、哦！不打了，越打越气，这游戏越打越气，对对对，这游戏越打越气啊，这游戏越打越气啊。嗯，我等抽破洛斯，我再回来打王大蛇，是不是？好了，我们明天再见了，大家拜拜。